交通部举办十大观光小城票选活动，民众只要上网就能为自己喜爱的城镇投下一票。桃园大溪也名列在人气排行中，为了帮大溪冲上前十名，桃园县政府还打出总统正当噱头，全力催票争取网友支持。连上网络十大小城票选，投下您最喜爱的台湾观光小镇。位在桃园大溪的慈湖两蒋园区是大陆客来台的必到景点，石门水库景色宜人，有山有水，也是观光名胜。加上大溪老街吃不完的名产小吃，成为游客必到之处。现在桃园县政府特别打出总统镇的口号，要再为大溪拉抬人气。大溪是我们两蒋的陵寝，以及两蒋生前最多这个行馆啊等等足迹所在地啊，最重要的是现在李登辉李总统啊，他也是住在我们的大溪镇，所以我们讲他是一个总统镇。2011年出版的米其林旅游指南，以跨两页的篇幅介绍桃园大溪，评为两颗星推荐景点。也欢迎各位哈，在网络上十大小城啊，网络上给我们支持，同时我们用明信片来作为投票，希望大家踊跃来支持大溪。为了吸引国际观光客，桃园县可是加足马力，要将大溪之美行销到全世界，成为台湾的观光代言小城。新唐人亚太电视胡淑霞、吴美荣，台湾桃园采访报道。